其实咱说年夜饭，菜的、肉的、碗啥都有，咱这就蒸个汤，咱这做个酸辣豆豉汤，过年喝个酒弄啥这解腻。哎呀，酸酸辣辣去，整点酸辣豆豉汤，咱就开始制作。把那个猪蹄儿片开，咱这拿手把猪蹄儿这肥油咱这抠掉，把它切成丝儿就对了，越细越好。来，咱就开始制作，把辣椒先倒进香里，放点香叶，放点花椒就对了。那刮上连一碗醋，拿醋激发一下子，这添物清肺。这叫把它熬一下子啊，就把料咋这一打，这把豆豉倒进去，这拿自己这黄花馍儿，火腿切成丝，你有的就放上，没有就不放了。煎蘸菇。把生姜丝儿放到里头，大概煮上个三五分钟，味儿就捂进去。烧开后，先把盐放进去，腌着这个鸡味儿。胡椒粉放到了水里边化开，你再到那倒进上一疙瘩来，咱这下来把粉丝放里头就对了。提前泡好的粉丝，开起来拿白醋这一挤就对了。好了，青椒挂件粉钱，喜欢吃稀的少挂，喜欢吃稠的多挂件就对了。这把葱丝儿放进去，香菜。最后来点鸡精，来点香油就对了，酸辣豆豉汤这就好了。一瞅刚火时凉啊，喝个酒的些或者是没有胃口的就来一碗酸辣豆豉汤。咱酸辣豆豉汤做好了，你看这大家可以在家试锅做一下子。